好，哎，你好，对，我是对，什么？高端人才大讲堂啊，想请他。哎，宁哥，啊，这有个什么高端人才大讲堂，请你去讲课，你去不？看看如果价钱合适啊，可以去讲两堂，但是一定要跟他们说明白啊，学员素质一定要控制啊，严谨在课堂上吃零食、嚼手指盖、绣十字绣。好。我这就跟他们谈。好。喂，是这样啊。子东啊。啊。我那个故居的事儿准备怎么样了？我和阿丽啊，帮你收拾完了，差不多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那咱这边请。好。王总，里边请。好。呀，这怎么还都圈上了呢？王总啊，是这样啊，你现在不是名人了吗？啊，这个名人故居啊，都是圈起来的，过来还有人来参观呢。这不圈起来，都给你造完了。那你这圈起来，晚上我怎么睡觉啊？啊，这我们都想好了，你这两天就别在床上睡了，我给你买了个褥子，你就在地上睡。过两天呢，你也就不能在这睡了。这个是我们王永宁故居的讲解员阿丽小姐。你好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呢是阿妮，今年25岁，至今未婚。对，让你介绍我的成长经历，不是你的感情经历，好不好？严肃一点，行吗？好的，大家请看，这里呢就是王小宁先生以前住过的地方，他曾经就是穿着这件睡衣，品着红酒来进行创业的。哎，小宁啊，你看这专不专业？每天呢